11:30，啊，父亲慈悲。后来，修持过程是心智的修炼，咱顶多应该爱持之以持之以恒啊。其实这种道理，大家拢清楚了解，啊，爱持之以恒。灵珠内底所咧讲啊，有余者不要克制，哦，这九灵力不给抓，有余气制，哦，有余气制啊。灵珠心里甲咱讲啊，咱即摆发过来咧弄这啊吼，过去抽这个地啊，所以吼拢爱弄这个这吼，弄这个这爱弄偌深啊，哦，弄足深吼，嗯，啊，不管弄偌深啊，就是爱弄较有水。即靠这家有效了，对吧？啊，到灵性个人来讲嘛，要么或者九零一抓，九零嘛，九零伊个过去个即个刺激内底吼，一定一定就好八尺啦，哦，八尺就好好足高，啊，一定啦。那么九零嘛，八尺的话，两百四十公分啦，哦，八尺。那么九零的是啥呐？就是。十尺一长嘛，就是用头三米宽，一丈然后宽，对啊，大概啦。那么九零呢？吼，九零吼，9872，大概就是用七楼宽啦。七楼宽的深啊，弄一口井吼，爱弄七楼宽的一个深度。